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穿。好多桥段，好多的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吻了你一下，你也喜欢对吗？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？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，绿瓦红砖，柳树和青苔，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。你说你也会这样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是个巴黎小姐姐，别送星星，别送星星，因为你送这个星星它是没有提成的，然后而且不送批个，就不送那个抽奖券的啊。
希望喜欢我的小哥哥们可以帮我点点关注咯。然后收拾哥来了，然后让我看看我的关注可以涨一涨好吗？然后谢谢各位哥哥啦。六六一组送啊，对，就是你要送星星，六六送的话他就会送两张抽奖券啊。你要送十个的话就没有，还不就是就还不如就送棒棒糖。嗯，十个多了，十个多了个什么。好，希望喜欢我的小哥哥们可以点点关注哦，然后给大家跳第二个。小哥哥小姐姐们啊，让我给你们没有家的小哥哥们，让我给你们领回家吧。有是吗？
哥哥们是热血沸腾了还是诗情画意了？当然叫诗情画意了，我这种能让他热血沸腾吗？关注是重点，对对对对对，各位哥哥们点关注不迷路啊，你看到吗？就是你看我们家有那么多可爱的小哥哥们，是不是？希望你能来到我的直播间，然后跟我们成为一家人哦，特别欢迎你的到来哦。曲叫啥名？冰菊物语。刚刚那首歌《冰菊物语》，不要凶我嘛，真的是。我堂堂十级真爱竟然凶我。古典美眉，真的吗？不要叫我美眉，叫我美女就好。好了，给大家再跳最后一个吧，就希望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哦。嗯。我眼角眉梢的憔悴，誓言太